掌声激烈点。很多人都会找矿，一到这里转转转转转，这个矿转掉了。当我们做造型的时候，我们的矿位是跟五官连接点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。当我从膝盖到这儿，我的胯点处，我从膝盖跨在这儿，把身体然后你看我送的低对不对，那我送的低有一个地方是偏低什么，我的屁股一定不是掉的，只能这样子，对，你这样子这就是很大的误区，屁股掉了所以很重。看我们俩造型做大的时候，我俩屁股是互相点住的，我膝盖再松再松都可以，但我屁股是给住了，我屁股一旦掉就跪下了，好吗？这连起来做一次看，先头身体的手背垂直的感觉，松膝盖，屁股提，抬到头，再回。好吗？然后第二个造型，切来这么做吧。切个名字叫什么名字？啊？什么？打印师傅，行吧。我想今天对。我在外面教课，发现很多有很多民间的叫法，什么大豪华、小豪华、135、270、360什么的。我想聊一下这个叫什么叫法，好吧？按照标准的话，就叫反义字部。check 是英文，中文叫反义字部，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首先要反，我们身体要说开始一样，先做什么动作？反身。对了，反身。我反身完，再出脚，推动，再打开，再回，明白？所以首先第一点，很多人做 check 第一步怎么样？会直接出脚，一重心。首先要干嘛？在我的主力脚上面做反身，做反身，把我脚先拉出去，然后男生通过我的后脚推动。后脚推动，重心在前面的跟上面，后脚的掌上面，再做转动，到切，迈，一定有顺序的，反身出脚转，重心到位，重心在哪儿？先告诉我，两腿在前脚还是在后脚？两腿之间，两脚之间很好。我更希望在两脚之间多前一点点，两脚之间对吧？完事了吧？女生感受不到我信号。前三，前四后六，前四后六，前六快四，前四后六，前四，因为他重心还在前面嘛。好，女生，你是这样的，前四后六，但是有一个脚法，就是我后退的时候，我的脚要往里，前面，前六，反身的时候，我的脚要往里。往里在这儿，这样你的大腿呢，自然而然的你就转开了，就转回来了，两个大腿就夹起来了，明白吧？然后呢，这是一个，第二个是前脚的脚掌是可以抬起来的，对，前脚的脚掌是可以抬起来的，不是完全扎在前面的，啊，然后第三个是，当你跳双人的时候，看我的脚，我的两个。我跟舞伴两个人的脚是扣在一起的，我的膝盖不要往外喘，很多人是先往外喘，对，离得很远，就是
前的膝盖，我的膝盖是靠着他的掌。啊，对啊，外翻呀，男生也是，你不外翻哪里有反身呀？扣在一起的脚，他们跳都是不反身，就是不反身，就是要有反身。对，来最后一次看一下。反身，反身，再组，先上中心，看到没？还有什么问题？这是最怕的两天的状态。那怎么样才能算距离最舒服的状态呢？我初想到我的大腿根部这个位置刚好夹在一块，是吧？夹住，我感觉我的下腿的力量是紧的，我上面才能去延伸。如果下面越大，我上面做不了，那么所以我感觉我的下腿的力量是往里扣的感觉，我的身体不能扣在一块了，而带出我的。女生也是一样的，女生也不要这样子。女生也是反身，有腹的同时，大腿内侧夹住，然后女生怎么开头，一定不要把你的头打开。怎么样，女生？找到垂直的位置之后，就是你的屁股。不要在给我选部位置讲，我给我要距离感，距离感。那么，而不要做线上。才打得开心。漂亮，漂亮，这么快也可以，那么我们女生后退之后，先找垂直的状态，然后从膝盖用你的屁股提起来，你的头就这样上来了，明白？下一步，如果我进入大豪华的话，把头把脚推起来，头不要动，脚推起来，用的身体。去找我的脚尖，我不动，然后再松膝盖推动，到前脚、转脚松，大豪华。那我头的位置要始终保持在外面。还有一个方法，你需要训练自己的头部，把你的头发披下来。我感觉我的造型的时候，我的头发一直是垂直于我的脚尖的位置。感觉这个头发一直垂直于脚上，明白？当这头发所以你感觉它贴在你的后背上了，就不对了，明白？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肌腱部是吧？肌腱部，一般